啊，你再说一次，你再说一次，刚刚讲什么？啊，你刚说什么？一分钟、两分钟，再说一次，妈妈没听到。一分钟。两分钟，一个妈妈就没有你呢？你两分钟，三分钟，是这个？不是，你刚刚说那个上学以后啊，就看找不到妈妈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就等什么？等什么？等妈妈过来，这个妮妮跑过去，跑过去等。对啊，那妮妮是不是等妈妈一分钟、两分钟、三分钟，妈妈就来了，是不是？老师教你的。对啊，这样就很好啦，那妈妈就会比较放心啊。妈妈是不是没力气的？刚刚没有没有什么？